欢迎来到宁波诺丁汉大学未来教室。未来教室呢，在设计之初，我们就充分考虑了学校的教学、技术、空间以及设备的整合，将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模式转变为以学生自主学习、讨论、提问为主的学习驱动模式，同时带入了混合教学和反转课堂的理念，意在鼓励学生自主创新、独立思考的能力，推进学生为中心的数字化教学改革。有了软件和硬件的加持，同学们可以远程同步加入到课堂学习，或者离线观看录播课程。通过触摸大屏的应用，老师可以通过文字、图形、注释的方式实时将教学要点展示给同学。每个讨论小组均配备了触摸讨论屏，激发同学们合作学习、主动学习。未来教室里配备了柔性家具，学生可以随时进行小组内和跨小组的合作学习。